Thank you. 白居易作诗：“离离原上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 好，进教室的同学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的网络，检查一下自己的网络和声音，看能不能听见。啊，你好，陈奕慧。 哦，能听见是吧？好的，能听见就可以。我现在来放一首中文歌曲，看能不能,能不能听见我的声音。好的，好的。

思飘进我心窝，相思的歌，无声的雪，边疆的战士回乡的歌，好事里有乐，坏事里有苦，好事是祖先在向我诉说。 安唐 <Anna, S 1> 安娜你好唐 a r r y 唐好，Julie，<去>你们好、啊。 好，我的歌曲放完了 <coughs>，你们能听见我的声音吗？如果能听见我的声音，回复一个一，回复一，能听见我的声音，回复一，哦，陈一慧可以听见啊、哦，可以的，好好行，好，嗯嗯，好，Maria g l a r r y j a 是这么读吗？好的，好。那应该网络都还可以，那应该网络都还可以。嗯，现在我们教室里面同学还在陆续的进来，还在陆续的进来。嗯，好，在我开始上课之前，有没有同学先给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做一个自我介绍呢？ 好，可以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同学还没有进来，我们一边等然后也可以请你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就是说说你自己学汉语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同学举手？看一下，没有举手的。 我叫素芬，来自印尼，从小就喜欢汉语。哦，陈奕慧，大家好，我叫陈奕慧，是印尼人，已经学了十多年了，学了这么长时间的汉语了。那你觉得汉语难吗？陈奕慧，你觉得汉语难吗？学了十多年，还好。 啊、哦，汉字很难，汉字很难。好、哦，那我今天这节课呢也是关于汉字的哦，因为喜欢所以能够坚持学习十年，是吧？嗯，那很很厉害呀，很厉害，嗯，很能够坚持。好，行，那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上课啊，我们就开始上课。我叫黄玉杰。 黄玉洁，可能有一些同学，我看到有一些名字，我有我比较的熟悉，啊，可能有些同学上过我的课，有些同学上过我的课，但是我这一段时间因为比较忙，所以上的课很少，上的课很少，嗯，那我今天这个课程的主题是关于汉字的。 记忆以及书写，好，老师加油，谢谢啊！我也带过好多学生，他们都觉得汉字很难。他可以说中文，可以跟我说话，但是写汉字就觉得很难。对，所以我也在，我也在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外国人在学。 汉字的时候会觉得有趣、简单一点。今天这节课就是我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们有好的想法，你有不同的意见，也都可以举手，都可以举手跟我说，好吧？嗯，好。 那么我今天这个课呢，会有三个部分，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啊，汉字有多难？就是从我教汉语，还有我的学生学汉语的感觉。然后汉字，maybe some of you feel Chinese character is difficult. So let's talk about why it's difficult. That is part one，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从造字法中学汉字，啊，因为你们知道汉字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There are some rules about Chinese characters, so maybe we can learn, maybe we can learn from the rules。啊，英语好好，谢谢，嗯、啊。 好，就从造字法中我的一些想法。第三个是其他的方法，可能除了造字法，maybe some other more supplements，其他的方法。那我说话的速度你们能听懂吗？就是我的速度，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你回复一个一哦，能听懂是吧？听懂，嗯，好的。 好，能听懂啊？好的，嗯、啊，好的，啊，倩是吧？这个名字叫倩，哎，你好，这位同学，你是啊？你是有什么有什么问题吗？啊，不好意思，啊，你好。 那你要是没有什么啊、哦，好好行行，没关系，好，那我就取消你的发言，然后后面我们有提问的环节，你可以多发言，好吗？嗯，好，好，那我们往后面，嗯，好，第一部分 Part One，汉字，就是 <coughs> 那大家都学过一段时间的汉语，那么你觉得？ 汉语难吗？汉字难吗？学汉语的过程中，汉字难，汉语呢？汉语还比较有有趣，对吗？汉语的语法还可以啊，就是语法是能明白。嗯，汉字难。那你觉得汉字很难难？汉字为什么难？你觉得是不好写，写的时候难？ 还是你写完以后你记不住，笔画很多复杂啊，记得，啊、呃、陈一慧说汉字有趣，喜欢忘记，而且有很多差不多一样的，对对对，你们说的问题也是我在教汉语的过程中很多的同学都会有的问题，他们可能在学的时候，我告诉他一个汉字的意思，我告诉他为什么是这样的。 他觉得很有趣，但是如果自己写，他就写错，或者是过一天他就忘记了啊。对，比如“狼”和“狠”，是的，就只有一笔画，对，就是一点，所以就不一样啊。对，学了忘了就记不住，对吧？嗯，好，嗯、确实啊，确实学汉语是很难的。 我作为中国人，我觉得很幸运。I feel very lucky as a Chinese people because I don't need to be too hard to learn、uh,。啊，对我作为中国人的话，我学汉语会简单一点，但是外国人学汉语。 Ranking 是最难的语言，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语言，Number One，汉语就是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并且还是第一个，The first one，第一个，嗯，是的，所以大家学汉语都非常的厉害了，很有勇气，很有勇气，很厉害，嗯。 但是要坚持学下去，嗯，好，那另外还有这边是说，当一个人听不懂、听不懂另一个人在说啥的时候，When you feel confused, when you can't understand others，他会怎么发牢骚呢？How will he complain？啊，汉语，他听起来像汉语。 It sounds like Chinese because Chinese is difficult, so it's difficult. 嗯，对吧？所以，可能真的是不仅仅是你觉得汉语难，应该是很多很多人都觉得汉语很难。嗯，那为什么汉语很难呢？为什么汉语很难呢？我也在想为什么汉语难啊？比如我们在学。 英语，啊，学法语的时候也是新的语言，但是为什么跟汉语比就觉得汉语更难？因为啊，汉字声调，因为汉语比较复杂，嗯，语法之类的啊，对对对，是的，汉语的语法跟英语有相似，但是。 有更多更多的不同，对吧？很多不同的地方，嗯，所以对你的思维是一个新的，对，都是新的东西，嗯。那我我想到的几个原因，第一个汉字有文化，因为我们的汉字它里面是承载了文化在里面，那你要把汉字学好，对，有很多意思，对。 要把汉字学好，你可能需要理解它的文化。Maybe you need understand the culture, the culture be behind the characters。啊，对，文化太难了。对，不同的国家，different culture，嗯、uh,，different culture。对，这是第一个中国的文化，因为我们的文化有几千年，thousands of years history。So it will be a little difficult。 For a new Chinese learner，对一个新的汉语的学习者来说，嗯，第二个，汉语是表意文字，意，意就是意思、意义的 meaning。那比如说我们在学英语的时候，When we learn English，啊，有五千年的历史，对，陈一辉，啊，你知道非常准确，啊，汉字是表意文字。 它跟英语、法语都不一样，是吧？那比如说一个英语，我们看到它大致可以猜出它的读音，它都是有 a、b、c，但是汉字完全不一样，is t totally different，different，right？totally different，所以很不好说，不知道它怎么读，对，不知道它怎么读，所以难。另外第三个，我这里也说了，汉字有声调。 一声、二声、三声、四声，different tones，啊、uh,，has different meaning，so it will make it more difficult。对，啊、uh,，对，是看汉字的结构，对，是看结构的。我们只看它，只看汉字，很难很难明白它的这个读音，啊，看结构。对，所以我发现大家在学的时候已经开始。 在感受到它的一些规律了，Maybe some of you already has a feeling of its rules。嗯，it's very 啊很好啊很好。咦，好，那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张容易写错的汉字，比如你们写的刚才的“狠”和“狼”，可能一不小心就写错了。那其实不仅仅是对于外国人。 我们中国人写汉字也会写错很多，也会写错。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第一个图里面，这是一个请假条，请假条，ask for l i v i n g 啊，亲爱的老师，老师，啊，大家在刚开始学汉语的时候就学了这个词，老师。那师怎么写呢？ 对老师啊，已经有娜娜已经把老师的正确的字打出来了啊。对，杨新爱也发现了，对他这里写的是少了一横，少了一横就变成了帅帅，酷啊。比如说我们说，以前我分辨不出来诗和帅啊的那这个字，他这里写错的这个字呢，读帅。 嗯，不帅，意思是酷，对，帅哥啊，你说的很对，帅哥，嗯，对，所以就就一横，那他就把意思都写错了，嗯，好，这是第一种错误，第二种错误啊，老师很帅啊，好，第二种错误，那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顶顶。顶 山顶，the top of the mountain，山顶。但是有一些同学就把它写反了，看，左边和右边写反了，对吧？就写的就不知道是什么，就不是一个汉字了。这些也都是一样的，写反了。opposite，嗯，还有第三种错误，第三种错误。 写成这样子了，比如在汉语里面，汉语里面我们写的这个，这个部首，呃，没有那个汉字，左边这个没有这个汉字啊，没有的，就他把它写反了，就已经不是一个汉字了。这个字我都不认识，我不认识它，它不是一个汉字，嗯。 好，然后接下来看第三种错的，错的多的是什么？第三种错的这种错法一般是外国人 for （foreigners），外国人喜欢写错，比如这个邻居队伍，他们把这个地方写的不对了，把它写的像一个符号，it's like a logo，啊，写的像这样子，这也是不对的。还有。 口口字旁，对，口字旁。那有些同学写的像个 O，对，对，写的像 B，像 O，对，这都是错的，都是错的，嗯。好，这是在写的时候。还有第四种错误，那我们看这里，这是一个作文，is t a short article。 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啊，那 maybe is for，呃、uh,，is about mother。最后一句话，last sentence，长大以后我要报答您，报答。有同学知道报答的意思吗？报答，啊，知道是吧？知道啊，报恩，对，就是报恩。 因为妈妈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要报答。但是他这里写了个“报打”，“报打”是什么意思？打人，报打。对，所以他的意思完全都变了，意思完全都变了。所以就汉字，对，“报打”打人的意思，对，所以这也是错的呀。嗯，所以汉字要写对很难，要写对很难，写错。 很容易写错就很容易啊，很多种错误，但是大家以后在写汉字就要、啊、尽量去避免这些错误，avoid the mistakes 啊。好，具体的怎么来避免啊？一些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从我的我的最重要的一个办法是从造字法中学汉字。那造字法首先啊，大家要知道。 造字法是什么？造字造制造啊，对，从甲骨文开始，中对，就是从甲骨文慢慢演变过来的。对，它都是都是中国造字法的变化，all the changes of 啊，对，甲骨文。好，那造就是制造、制造、创造的意思，创造啊，反、啊、正有创造，create。 create 造，create the characters，对，是的，六叔哦，大家知道了很多啊，陈一慧知道了很多，嗯，是的，这就是六叔，嗯，在最开始的时候，汉字是怎么写的，你们知道吗？在最开始，in the very very beginning Chinese character，啊，一开始我们是。 不会写汉字啊？对，有甲骨文。呃，一开始我们不会写现在的汉字，比如这个“汉”呀、“字”呀，我们都不会写。那可能最开始他也只是画画，就是比如说我看到太阳啊，比如说我这里我看到太阳，我就画一个太阳，画一个太阳。一开始可能是在地上画，在地上画，在墙上。 慢慢的就会啊、呃，把它画在哪儿？画在甲骨文，就是你们说的骨头甲骨上面，嗯，甲骨上面就成了，就是甲骨文。然后慢慢的它也有变化，那你因为画太阳画很多个就很麻烦，所以他就把它画简单一点，画简单了的可能就成了这样的啊，在变化。 可能就变了，这样的，然后再变到现在的太阳，太阳我们说的是用一个字的话是“日”，对不对？“日”，然后就变成了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汉字它的变化，怎么造字也是很有规律的，有规律的。嗯，汉字七体啊，对对对， 宋体、楷体、黑体，对，就是你说的这些汉字七体，嗯，非常棒啊，嗯，好，那这里的刚才说的这些造字法里面，那其实真正的造字就是 create the characters，就前面的四种，象形、指示、会议，形声，这是造字的办法。 后面两种其实它不是造字了，它是用字，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用，use these characters。那今天我们重点说的是前面的四种，啊，这四种，好，一个一个的，one by one。First one，象形，象形，象啊，大象的象，形形状的形。 那你们看到形状的形那可能就是它的形状上面、形状上看起来像。The shape, the shape looks like the same, or looks, 嗯、um, or looks similar, similar. 好，那比如说这里的，刚才我说画了太阳，那看到太阳了，它就画一个太阳，后来后来变成这样子，又成了这个，成了热。看到。 月亮，the moon，the moon，画这样。那、啊、现在的月亮是这样，moon。水，water，水。啊，the shape of water。最后一个，the last one，火，fire，fire。Fair, fair, 你看它的写法，啊，它的写法。 From the way it's written, we can see maybe, maybe we can see from the character to guess the picture 啊、uh,，去猜它的图，然后去猜它的意思。嗯，啊，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就比如田呀、啊、人呢、啊，啊，都是甲骨文上面。 大家刚才说的甲骨文上面啊，能看到的。好，所以呢，我们在学汉字的时候，可以怎么学呢？可以怎么用这一点啊？可以怎么用它？去观察汉字的形状，倒推字意，倒着推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看这个汉字，它是怎么写的，观察它，然后去猜它的意思。 比如说呢，我这里给的也有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看这个，这个有没有同学知道它怎么读呀？这个它的拼音是什么？有没有同学知道？可以举手告诉我，也可以在二啊数、啊、第啊三第三声鼠鼠老鼠老鼠。那对，你看它的写法。 你倒着想，倒着想，你看，你是不是觉得它有点能够大致想到它像一个老鼠，a mouse，对吧？老鼠的，能看出它像一个小动物、A、，small animal。再一个，这个字，这个字怎么读？你们知道吗？ 之屋，第二声竹，对竹竹子，你看它的写法是不是？你倒着推，倒着看，是不是也能去想到，能够去想象到，它也就像一个啊？对，安娜也知道对你倒着想，你是不是觉得它长得像一个竹子，对吧？长得像竹子的斑布，嗯，这就是因为我们很早很早的时候。 写汉字是画汉字，画图画，到现在成了汉字啊。好，这是第一种第一种方法啊，第一种方法就是看汉字猜它的意思。好，第二种汉字的造字法叫指,指,指事，指指着事事物。 啊，uh, 所以它可能就是什么，指着一个事物，就指代某一个事物。比如说 f o r e x a m p l e w e c a n see。Oh, for example, we can say. 那这里，他这样画，咦？你看，重点是在这里，这表明有一个东西在它的上面对吗？On it，something on it。所以我们。 这个上，它的意思就是 on up。同样的，这个这一个东西，这在它的下面 under it，走、so, 下下。嗯，一，二。同样的，这里十。嗯，啊，那这种字呢，它就是因为有些意思。 有些东西它不是画能画出来的。如果一些 some items we can draw pictures, but some items or some other words or meaning we can't draw pictures. We can t draw pictures. So we use this way. 好，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记汉字。We use this way to write character to describe or u mean. 嗯，还有这个刃呢、啊，干呢、啊。 好，都是这样的。好，那现在给大家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这个，是有一个问题的啊，这里是一个问题，等一下需要大家来猜一猜，这是个什么意思？什么字？我们从第一个看，这是一个木，对吧？这是木，我们看到一棵树，一棵树，我们会写木。 好，那这里，在这里树的最上面，树的最上面，啊，我们汉字给它加一横，木木，就是说最顶上的、最远的地方木。好，那这个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因为有一些树，有一些树，some kind of trees。 当他们变老以后, when they get old, get old, um, okay, this part, it will become red. 对,它会变成红色, in the middle, in the middle part, it will become red. So, uh, 那我们用一个红点,红色的点, a red point, here. 那意思是猪。那猪的意思, 你的信，哦，这么巧，嗯，好，那接下来到最后一个了，嗯，好，the last one，那这是一棵树，我现在想要表示这里，我想要表示最下面，你们会怎么表示呢？你会用什么字来表示？或者你会把它写成本？陈毅会说本，杨新安。哎 啊，你们都觉得是本是吧？你们都觉得是本。哇，你们你们很，你们太聪明了，你们太聪明了。对，它就是本啊，它就是本。这个在树的最下面加一横，它就成了本。那所以呢，大家也是能够明白的，对吧？你也能够明白汉字的造字其实没有那么难，在写的时候也没有那么难。你根据。 它的规律来，好，那接下来知道了这个只是字修还是下一个啊？下一个才讲到修，嗯，下一个才是修，嗯，这个人，这个人他只是在下面思考，他只是代替一个问问号，嗯，好，来这个。 那我们现在嗯，来一个小小的互动游戏，大家可以在聊天的窗口里面接龙，就是你接着上一个的说。比如说，我要求的是试一试你能写出哪些汉字，那用加一笔或者减一笔，加一笔或者减一笔的意思能明白吗？比如说，我先来举个例子。 一啊，加一笔，我可能给它写成二，然后你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你可以说是十，对吧？你可以是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好，那十能不能再加一笔呢？十加一笔，它会是什么？二加一笔是三十，你会不会再加一笔？土，嗯，土能不能再加一笔？ 千啊、哦，十加一笔也可以变成千啊，对对对。啊，土再加一笔变成了王，王能不能再加一笔呢？王啊，干啊，对，都是对的。王再加一笔变成玉，嗯，千，干玉，对对对。啊，还可以再加一点变成主，主人的主。 对吧？啊，主还能不能再加？想一想，主，嗯，主比较难了，好像我也没想到。你们还能想到什么吗？再主，主再加一笔，玉再加一笔，嗯，准。 哈哦，就是再加多加几笔，它就成了“准”的意思，对吧？啊，准，没有了，好，没有了，哈哈哈,哈，好，没有了。那下一个，下一个，你们来试一下，来，最开始是一个口，对吧？口，那你们加一下，嗯，口，哦，可以加出很很厉害，很不错啊。 品口，木喝喝啊，口加一个右边加一个啊，可唱。对对，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对，通过这个练习啊，还有白啊，你们能想到很多汉字，非常棒，非常棒了啊。 对，你看你们好，对，你看你们这一下子就想到了好多汉字，那所以呢，这就是想要告诉你一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二个方法就是，当你学了一段时间的汉字以后，你可以自己给自己玩一个游戏，就是你给自己先写个简单的汉字，然后你就像今天这样，你想到一些跟它相关的，或者是很像的字，加一笔减一笔。 加一部分，减一部分，把它做一个对比，把它做对比啊。同样的，你在学汉字的时候，也可以两个、三个放到一起对比。那比如刚才我们这里啊，你们写到的白、啊“白呀、啊、白呀、白白”，对这些字，是不是都可以看着很像？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对吧？ 这样你可能就会记得更清楚一点，更清楚一点，对吧？你们觉得是吧？嗯，嗯，好，后面啊，来，我们接下来到下一部分了，汉字的第三种造字法，第三种造字法，会意字，会意字，意意意。 意义，所以就是我们是看到汉字，能领会，能明白它的意思。Maybe from the character, we can understand the meaning。好、啊，这就是刚才有同学说到“修”，来“修”在这里来了。啊，前面还是这个木，还是这个木，对吧？那现在我这里有一个人，看到没？黑色的这个人，他在树下面，under t r e e 啊，在树下面休息，他在树下面休息，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人，再加一个木，啊，就变成了现在的休休。对，嗯，同样意义的，同样用这种方法的造字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林林物，比如我们学的森林、森林、森林、树林。 树林，那就很有很多树在一起、啊，好，我们就画就写两个木，再多森林更多的树，那就三个木，啊，对，就是这种造字法。对，好，所以呢，那接下来也是给大家一个呃练习，practice。好，你看到汉字。 因为这里不能用动画，所以图片都出来了，啊，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得更加更加清楚了。那第一个这个字它的读音你知道吗？这个字的读音，明明明明。明 那你看到这些字，它的意思你怎么去记？怎么记它的意思啊？你也可以一样的观察，观察汉字的结构啊，观察汉字的结构。你看第一个“明”，明它怎么写的？左边是个日，右边是个月，有太阳有月亮，是不是就很明亮？bright，对吧？就亮了呀，所以明。 我们、嗯、说，明亮的教室，明。同样的，第二个，这个晨上面是个小小 small 啊，一样两个的意思啊，是亮对，明亮对。第二个上面是个小，下面是个土，土的意思，你知道吗？土。 土地土壤，土地土壤，土所有，对，所以小小的土那就是灰尘啊，对，就是尘灰尘，你们已经说出来了，尘小小的土那就是灰尘尘，嗯，第三个好，好，它的结构有一个左边是个女，右边是个子，女你能想到什么女？ 女儿对吧？女儿、女生、子、儿子、儿子，在中国的传统的观念里面，那他们都喜欢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认为这样才是最好的、最完美的。所以有儿子有女儿，你看啊，有女儿有儿子的时候，那就很好了，对吧 i s good，所以意思就是好。 啊，美好，好吃好喝，那不是都是这个好是吧？最后一个啊，这个字，孝，孝。哎，刚才好，有同学说对了，它的读音孝。那孝字它的意思，孝的意思，你看上面，哎，你可以跟这个字来比啊。啊，孝顺，嗯，对。 那我们学过老师、老人，老师、老人是不是都是它上面都是这个部分，对吧？上面都是一样的，老人，嗯。然后你看下面它是个什么？下面是个子，儿子、孩子，对吧？就是人老了需要儿子、孩子来怎么样？哎，孝顺，对孩子要孝顺父母，对。 对孝顺，所以你看，你这么来想的话，你看到汉字是不是就可以来猜出它的意思了？对，来照顾，来孝顺老人、父母。对，所以你要是能够这样去观察、去思考，所以汉字的意思可能就简单一点了，对吧？意思就简单了。哦，对，这也是不是全部都猜得出来？你要看汉字，它有嗯不同的造字法。 就是对于这种字，对这种会意字可以猜，还有前面的，其实这个指示字，来这种的指示字，以及第一种象形字，前面三种其实都是可以看它的形状，大致能猜出来，对吧？前面三种啊，大致可以猜出来，但是后面啊。 是的，是有一些猜不到的，啊，但是你能把一些能猜到的啊，汉字造字法，汉字的造字法就六种，六种对吧？我们通常说的多的是四种，前面四种有三种造字法，我们都可以猜，你是不是一下子就有很多汉字对你来说就容易了，是吧？好。 那我们接下来后面第四种造字法，第四种造字法是形声形声字啊，形就它的形状，形一般是代表了意义的啊，的 meaning 的 idea，声声音声音就是它的发音发音的。那比如大家看我这里有一张图，这个字。 包，包，陈毅大家都认识是吧？都认识，书包、背包，还有中国人爱吃的包子，都是这个字“包”。那你看啊，那它的，它在这里下面，我给它加上了不同的爱，陈毅会，你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啊。好，我们先把这个例子看完。那我们给这个字啊。 它是一个独体字，还比较简单，对吧？一个独体字，给它加上不同的部首，不同的 different radicals，加个草字头、石字旁、火字旁、三点水，给它加上不同的部首。你看它的读音，这里有个 bao，包，ao，在这里有个 ao，是吧？我给它加不同的部首，它是不是这个包、宝、泡？ l 凹的发音是不是也还在呀、啊？对吧？所以它的声音没有太大的变化，啊，所以中国就有一句话是怎么？识字不识字，你就认住它的一边儿，认住它的一边儿，那可能就是对的。遇到一个你不认识的字，完整的字你不认识，但是你认识一半，maybe the whole character you don't know how to read it。 But you know half，那么这样的情况，你就读它一半的发音，一半的发音。Maybe you are you are be right，那可能你就是对的，可能就是对的。好，这是说它的读音、形、声、字，我们说了声，那接下来再看形、形，那其实形是指代什么？指代它的意义的。 那一般在汉字里面的形呢，就是它的部首、偏旁部首了。那一开始大家学汉字的时候，老师肯定跟你说过汉字的部首它代表什么意思。比如说三点水，三点水它一般跟什么有关呀？这个三个点它一般跟什么有关？你们知道吗？好，可以在聊天窗口给我打打出来。就这个，它跟水有关，对，跟水有关。 好，那这个第一个呢？这个，这个是草字头，是吧？草字头它跟什么有关？草有关，对，跟草有关，跟植物有关。那这个来火，火字旁，火字旁呢？它很明显就是跟火有关，对吧？所以呢，你接下来你就看它的偏旁部首，看它的部首啊。 看部首，我们大致能猜它的意思，猜出它的意思。那第一个“包，跟草有关，跟植物有关。那“包，花苞就是花还没有开的时候，花还没有开的时候，花长在一起呢。花苞，嗯。最后一个“泡”，泡跟水有关。这个字“泡”。 泡茶，对，泡茶，用水泡茶，是的，嗯，好，所以呢，这个例子啊，这些字啊，就是想要告诉告诉你，我们可以通过你认识的那一部分汉字来读它，读汉字，然后呢，再根据它的部首，对，根据它的部首去猜它的意思，去猜它的意思，对。 那所以你在写汉字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比如说你想要写泡茶的泡，你想要写这个汉字，你想泡茶，它跟水有关，所以我肯定要有一个三点水，对吗？然后 pao 泡泡,泡，那我的泡，你看它凹 o 的音，我就可以向往相近的方向相近的汉字去想。那你可啊相近的你可能。 就比较容易啊，这样你在写这个汉字就比较的容易了。我大都不会的话，都会看汉字，再猜猜这个汉字怎么念，但还是有的错。对，有的错是正常的，因为汉字里面的特殊情况很多的啊。Too many special specials 啊，这里是一般的规律，先告诉大家，你先用，先学。 特殊的那就需要特殊的记了，对。如果你按照这样的方法，你还是错了，那就表明这个汉字 is a special one，所以你就要单独的去记，单独的记。嗯，看课文是我都会用形声啊，形声对，可以帮助你理解，对吧？帮助你理解。嗯，好，来这个。 嗯，对，瞎猜，对，所以就是有一定的技巧的，这、就是猜也不是瞎猜，有一定的技巧的。嗯，好，那接下来这里，好来，大家来猜一猜，看部首猜字义。嗯，我这边给了一个部首，这是一个三点水，对吧？三点水，所以他们的意思。 一下子大家能想到的所有的意思都会跟水有关了，对吧？所有的都会跟水有关。嗯，下面一个，这个是这个字，这个这个部首有没有同学知道的？你打字告诉我，也可以举手。哦，你先把总的意思先说了，我马上给你解释意思。怎么没怎么？ 哦哦，每一个字啊，每个字是吧？每个字，将。好，我们想下一个说了啊。这个我想说的是，它是足字旁，足足啊，对手足，对足呢脚，所以所有的这些字可能就会跟我们的脚有关，对吧？跟我们的脚有关。好，具体的每个字是什么意思？你们比较好奇啊，比较好奇那就一起看一下。 第一个江江江水，长江长江，你知道吧？长江，嗯，河黄河 river 河泡，刚才说了泡茶啊，我的意思是哦，梅梅为什么会跟水有关？我当时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梅为什么跟水有关？可能是怎么？可能是水没有了。 杯子里面没有水了，或者是河里面没有水了，就没了，就没有了。黑龙江江河，嗯，但是这个我也不不确定啊。我们可以，你课后再查一查，我课后也再去查一查。我想过，但是我不不一定想的是对的。嗯，对，好，后面呢就是踢啊、跳啊、蹦啊、跑啊，对吧？都跟。 都跟我们的脚有关，对，所以这种的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对吧，在读对话读短文，根据部首去猜它的意思。好，另一种办法呢，我们也可以给它换部首猜读音，换部首猜读音。那你看这些字，它是不是有很有一部分是一样的，对吧？都有这一部分，轻 都有这部分“青”，然后左边它的部首不一样，我们可以大致的猜出它的读音。啊幺九三三八诶为什么你没有名字？你是一个号码？不是所有的字都可以用部首来判断的。虽然与谁有关，但不一定全部都有关，但不一定全部都有关吧？那你这么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啊，也是有道理的。我觉得你这么说。 虽然有水的部首，但不一定全部跟水有关。嗯，也可以这么想，也可以这么这么想。但是大部分的，大部分的，mostly，啊，它是有关系的。好了，那这个是刚才说的，呃，关于它的意思。那么接下来就关于读音，也是其实根据它的一部分来猜它的读音，对吧？ 请，亲情、情、经、亲情，对，所以如果你在不确定一个字怎么读的时候呢，你就日入它的一半儿。可能你的一句话里面这个字发音不是太准确，但是中国人或者是你说给别人听，别人可能也能明白，也能明白。 好，那前面的啊，就，呃，第二部分就到这里，就是我通过汉字的四种造字法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认为的可能比较有效的，还有我的学生用过的一些方法，嗯、呃，大家在嗯、呃、以后的汉语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试着用一用，练一练，玩一玩，猜一猜，对吧？可能这样的话，你学汉语就会更加的灵活。 就不用每一个字都要背，每个字都要记，汉字太多了，常用汉字有五千多个，那你是不是好难记，对吧？这样的办法就可以稍微灵活一点。好，然后那除了造字法，从造字法的办法啊，还有其他的办法的补充，但是这个其他办法补充也是需要大家的练习，need your practice。 第一个，我是想跟大家说什么呢？重复记忆，重复记忆，意思就是 you repeat it, repeat，啊，多记啊。啊，我们都是对最好的办法就是多看多写，就是我现在想说的这个要重复记忆。对，很多就汉汉字是你今天学了，明天学了。 就忘了是吧？明天就忘了，所以就是要把握你记忆的规律。The rule for you to memorize。那这里有一个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人的记忆会衰减，对吧？时间长了，你记的东西都忘了。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办呢？你看。 时间长了，你就什么都没了，到最后什么都记不住。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多记。比如你今天学了五个单五个词语，今天学习五个词语啊，那你可以晚上睡觉的之前，before you go to sleep，那么你把五个词啊 review review and repeat the five words before you go to bed，在睡觉之前把它复习一下。 然后你第二天早上，tomorrow morning when you wake up, wake up, you review these words again，就再次重复。然后明天晚上，tomorrow evening before you go to sleep, review it again，再重复一次。好，然后你重复三次以后，你可能记得就比较清楚了。Maybe you can remember remember it well, but it's not the ending，这不是最后，你还要再次练习。比如说。 三天以后，after three days or after five days，see from here，after after five days，呃、uh,，six days maybe。对，多重复练习，多重复多写。嗯，对，在这个里面呢，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可能中间的时间短一点，啊、uh,，shorter time for first time，second time。那么到后面几次的时候，你就可以时间长一些了。 one week 啊、uh,，one week 三天哦不，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你把前面的复习一次，对，就是多复习啊，多复习，多重复，这样的话你的思维才能够记得住，才能记得住对，对，其实不管学习什么，不管学习什么语言，还是你想要记住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对吧？都需要多重复记忆。 然后第二个呢，我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呃，不是推荐四个学习汉语的 APP s, 的 A，p p 嗯，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在手机上就可以很方便去学汉字、去记汉字，并且这四个 APP 他们都，嗯，非常的，我感觉还还比较好玩，呃，比较有趣，比较有趣，但是这些汉字也比较的基础啊，都是比较基础的。 如果你觉得比较简单，像这个就很简单啊，这个也比较简单。图片，但他们很有趣。你可以，如果你的汉语比较好，你可以推荐给其他的刚刚开始学汉语的朋友们。嗯，那这里面还有一些游戏的啊，some games。那你一边玩游戏一边去学习汉字，对，这种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 呃，你觉得需要的话，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那这四个一、二、三、四，你可以试着去，嗯、呃，下载 download in your mobile and have a try。嗯，好，这就是最后两个给大家学习的一个建议，学习的建议。嗯，好，最后再送给大家一句话。 我今天晚上所有跟大家分享的东西，跟大家分享的啊，其实都还是需要你去思考的，对吗？需要你去思考，去观察，观察，去猜，对吧？所以都是需要动脑的，动脑的。所以就是想要跟大家说一句话，孔子的一句话：“学而不思则”，这个字，往。 往，学而不思则罔。哎，我的拼音写歪了。学习了，但是不思考，那就是白费的。所以呢，就是说，你要一边学，一边动脑去思考它，去思考。不然你学的时候，你只是学一个汉字，记一个汉字。 很累，并且效果不好，你会忘记。啊，那同样的，思而不学则殆，也是就是是意思是到反过来了，你光去思考，你去观察它，你去猜它，但是你又没有真正的去记，不学习不去记，那也不行，则殆殆殆的意思死亡啊。 所以呢，学习的时候就是要学习，要思考啊，两个一起结合着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好，感兴趣同学可以把这句话给记下来。嗯，好，那这就是所有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呃，问题，或者是你有其他的办法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如果有的话呢，可以跟。 H H K 六级难吗？啊，我个人觉得啊，当你其实在一开始学汉语的时候会比较难。我个人觉得，还有我教的过程中，因为一开始学拼音、学部首、学笔画，啊，一个初学者觉得好多，他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慢慢的，当你越来学的越多了，有基础以后，呃，难的是第三部分最难的是第三部分，应该是 H S K 二到三，学一的时候还比较他觉得东西多，但是还比较有趣，对吧？二跟三的时候，二也是还有拼音，到了 H S K 三，我们的书上面，书上面。 还有题目啊，练习、考试都没有拼音，没有拼音了，都是汉字。所以 H S K 三难的点，它就一个，就是汉字。H S H S K 三难的是汉字。六级，六级的时候可能在汉字上面，就是你已经有认识很多汉字了，但是到六级以后就需要对。 中国的经济文主要考也不是也不是主要考经济跟文化了，可能里面会有一些经济跟文化的就常识，中国文化的常识在里面，我们的生活习惯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文化啊，对，会考这些内容，但不是主要的，它是一部分，但是主要的还是语言为主。 你会交流，会沟通，嗯，会交流，会沟通，就跟你学英语是一样的呀，啊啊，哦，我的意思是六级的第三部分就是写的部分，哦，五跟六的差距很大，五跟六的差距很大，你们现在是几级了？问一下陈一慧，你现在是几级了？还有素芬，你们。 Larry 是五级，苏芬，嗯，考过四与五，考过四与五，那你们前面考了四级五，就觉得难吗？实力还没到那儿。四级，嗯，其实你汉语学到四级的时候，已经基本可以跟中国人进行简单的对话了，日常对话。 吃饭和吃饭，出去玩儿，日常的生活的对话已经可以了。五级比较难，对，慢慢的会。对五级的课程，我也上了五级的课，就是它的课文会比较的长，课文比较长，并且有很多的词汇，很多的词汇，嗯。但是课文你越学。 越长会觉得课文也越来越有意思呀。每一篇课文它都会有告诉你一个道理，给你讲一个故事，给你一个启发。我觉得这很好呀。对，不要觉得它难，你要觉得去想它有趣的地方。因为上次一天直接考四和五，一天直接上。 四一天直接考四和五，你考过了吗？四和五，嗯，考过了，那表明你很厉害呀、啊，对你，你学的很很好啊。五级，到第五级了，感觉啊，考过，嗯，对我觉得你就怎么。 到后面确实，四级、五级以后，词汇量会非常大。五级好难，对，啊还得学。对，肯定是还要学的，因为考试的时候，你考试能把四级考过，四级考过，表明你是有那个能力和水平。但是，但是，真正的要把四级你要考好，可能就需要。 成语超难是吧？超难，超难啊！成语超难。我我带的一个五级的学生，他也是，他现在是一周上两次课。嗯，我也会让他写汉字，会让他跟我说课文的意思，嗯、呃，然后我给他报听写，他都写的还可以。那我觉得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在学。 那个学汉语都学了四级、五级了，你可以用学了课文之后，可以用自己的话来复述课文。复述就是你用自己的话来讲课文的意思，告诉别人你这节课学了什么，呃，课文里面讲了什么故事。写作的地方比较不会，写作的地方，其实汉语的写作。 就是把你的意思说清楚不就行了吗？把你想要说什么，把你的意思说清楚，是你的句子结构啊，语法啊，语法的东西。哎，语法的这个这个就是需要慢慢的积累，你需要去记。对，可能你学了一个语法，简单的一个结构，一个简单一个一个，比如说你啊学了一个什么。 啊起，起来，站起来，起来。比如说天气热起来，大家都笑起来。那学了一个起来，你要把这个，你记记几个例子，知道它的意思，用在什么情境中？嗯，语法多，对，就是语法对。到后面语语法多，嗯，变那东西。 小很碎的点，对吧？特别小的点，对，只能就是说理解理解完了之后，对，有正式也有非正式的。写作的时候，我们一般用正式的，嗯，就是学习学啊学，就是一样的，跟你学汉字是一样的，一边学一边去思考它，嗯，然后多去联想，再就是多记忆，这个也没办法，真的汉 学汉语，就学任何一门语言，都真的是需要需要你花很多的时间去记忆、去背诵，对吧？写作的时候突然忘了字怎么写，怎么会突然忘了字怎么写？啊，对，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吗？忘了字怎么写？啊，那就是还是要把对起笔忘字，你们这是。 也有也有这样的吗？提笔忘字，哎，哎，我这怎么打不出来了？提笔忘字啊，提笔忘字，经常的是对，那就还是基础的地方啊，就从最简单的字词句子，然后再去写作文，嗯，每一步都把它。 做好，经常的事，这也很正常。中国人都会，我现在也是，因为每天用手机、用电脑不写字，我有时候写个字，我拿起笔，我也会忘了字怎么写，那就还是一样的，要多练习，要多练习。好，行，那、嗯、好，那今天的哎，时间也到了。 我们今天这个课就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然后希望你们的汉语可以越学越好，四级、五级都过了，六级你们尽快啊、哦，赶紧把五级完了之后进入六级，越学越好啊。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嗯嗯，好的好的，好，那就那就再见啊。 谢谢黄老师啊，好不客气，嗯，好的啊，大家也辛苦了啊，一个小时的课，嗯，好，安那谢,谢，好不客气，好那再见了大家，嗯，好好行好，再见啊，好再见，希望我们后面还有还有机会，还有直播课的时候啊，我们再见，嗯，好再见，大家晚安，大家晚安。